包场我算一下，假设是100个，看包场能几个人看啊？电影最多我不懂。你有多少钱就有多少人看啊？他不知道我这一场，你靠腰一场他妈电影院里面他妈是可以有十几万人是不是啦？你娘虐是在你屁眼里面播、哦，海军电影院可以容得下一万人，你告诉我，小巨蛋啊？小巨蛋啊，小巨蛋可以播咒术回战是不是？小巨蛋，小巨蛋你在中间，你在跟这个，你跟随便一个电影院说，干你啊，我要包一万个人，干他小巨蛋给你包起来，干你娘，他妈的要他妈排位看你塔位都来得及了，光想，没有关系啊，苏万茜讲话那么臭吗？